也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意志传承所在。果然没有意志传承的波动。其实你们知道有错，你们绝不可能跨过我拿到意志传承。既然托森来到此地，说明意志传承一定在这儿，这没有别的地方了，还能在哪儿？不对，还有一处。果然好一招灯下黑。我先告诉托森，问了他身上的力之传承再说。小友，你看准时机进阵，用吞魂之力给他致命一击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还不到时机。倒是有个聪明人。怎会？小友，这是何意？王某从始至终只想从此地出去，你们的纷争与我无关。既然如此，你便去死吧。无知法器，是我的法宝，怎么感应不到了呢？是古神的禁制，这小子早就有所防备。想来你们一个个自命不凡，反倒被一个截瘫小儿耍得团团转。小心。这场戏我看够了，该落幕了。孤身绝起。没有人可以与神为敌。今天就都死在这儿。古神的力量，凡人根本无法对抗。托森拿到意志传承，我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到底是哪里出错了？其实，你们知道又如何？你们绝不可能跨过我拿到一支传承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还来？丹小儿，别做无意义的挣扎了。这一支传承的通道，我有神识可助，我猜的可以不错。雕虫小技。你分身献祭，意志传承，传！古神诀，接丹小儿，凭什么敢与神家？